嗨，嗨，我是 Marco。 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日本有个活动叫全国旅行支援，这个活动知道吗？就是日本政府想让你去旅游花钱嘛，所以现在去旅游的话有折扣，给你发优惠券的哦。反正吧，我这次想分享一下四个地方：広島、广岛、兵庫、冰库，还有岡山、岩山，还有石川、石川啊，这个四个地方啊。首先，我们分享一下广岛，走。这是去广岛的路上，我一直以为那边算是乡下的，但不好意思啊，但其实是个大城市哦。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跟大阪没什么区别。你看一点都不像乡下吧？还堵车，我没想到堵得这么厉害。这边是我们住的旅馆，从大阪开车好像是5个多小时吧。啊 ，OK。啊，これハイゴケだね。ハイゴケ。他们有很大的庭院，很不错哦。ここは綺麗じゃない。这边有自助的欢迎饮料，可以随便喝咖啡、茶，还有酒。你不喝酒，免费的酒，你怎么不喝啊？我就来几杯吧。泡温泉啊，喝酒多好啊！如果有几个美女陪我聊天的话，那就最好了。你下次带来几个朋友吧。温柔一点的不要凶的听到没？来到广岛一定要吃的就是广岛烧 Hiroshima Yaki。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大阪的大阪烧 Okonomiyaki？ 跟它很像，区别是大阪烧的话放铁板之前那个面粉和那个蔬菜之类的材料都那个拌在一起，但 Hiroshima Yaki 的话就直接铁板上面放材料的。然后广岛烧的话里面有面，我这次选了乌冬面。大阪烧、广岛烧一般都放猪肉，还有鸡蛋、海鲜等等都蛮好吃的。然后我们就随便附近逛逛，因为当时还蛮热的，所以就随便逛逛了。今年的话我觉得秋天还蛮长的，就是11月还挺热的，不是热的，不冷。现在12月了，已经12月，我终于开始冷起来了，我感觉这里算是小小的美术馆但没人在，感觉更多是寺庙可以直接进去看看的，没人管的，都没人。日本有很多这种怎么说呢，就随便能进去的地方。日本也有很多无人售卖区的，就是把钱放盒子里，然后东西直接拿走就行，有很多这种地方。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无人售卖区，我感觉在国外比较少看到嘛。我爸爸打呼噜很厉害，我妈妈和我根本睡不着。早上他又开始投球玩，真的是愁死了。打呼噜的原因，他是不是太胖了这样会不会吵到邻居？下午的话，我们决定去了厳島神社，是个世界遗产要坐船去一个小岛叫宮島。其实宮島和厳島是一样的，坐船来回一个人360日元有两种船可以选，红色的和蓝色的，价格是一样的。何分かかんの？10分。何で向こうの方忘れてんの？一緒やね、値段。一緒やね。お前な、誰でも買えるやんな。どういうこと？
我后来发现为什么坐红色船的人更多呢？因为这个红色船的话就故意给你绕过去，给你介绍这个岛，蓝色的船好像没有的，就直接去，不会给你导游。哎，还有可爱的斗柴犬，啊，我也想养一个斗柴犬，但是很贵哦。啊，我们上次看到的是50万哦，50万啊，哎，现在啊，越来越贵啊，就是啊，我们20年前吧买的柯基是10几万的啊，现在10几万买不到狗狗的，买不到的，哎，但是啊，但是我这个北极熊是更贵的啊，啊。我们北极熊是买不到的，买不到，而且买不起，买不到，买不起，买不到，买不起。到了米亚吉玛，你会看到很多很多鹿哦，他们挺温柔的，不怕人。如果大家去过那拉，那边有很多很多鹿的，跟这里也差不多。就小心你手上拿的食物，他们会抢的。我妈妈呢，她手上拿着地图嘛，被鹿吃掉了，所以要小心哦。母さんが来た。あさってる。神食べる？ダメだ。神食べたらあかんよ。あんたダメだよ。神食べますか？近いお父さん、お父さん近い。ダメ。あか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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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かんあかん。ちょっと人懐っこすぎるな。地図取っちゃった。はあ、怖い怖い。鹿に襲われる。ハム食べられちゃった。ハム食べられちゃった。我们没想到这个岛其实没有那么小，走路逛一圈的话还蛮累的。我们应该开车过去，就是那个船可以开车进去，直接可以带车的。如果有电瓶车或者是自行车的话更好，但我们没有看到能借的地方，我们只看到人力车，而且是个女孩子拖拉的。我觉得这个如果我爸爸坐的话太不好意思了吧，让一个小女孩拉一个接近200斤的大叔不太行哦。哎，怎么一个小女孩还拉人力车啊？我就坐她人力车吧，顺便跟她聊天。我说，哎，你这个小女孩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哎，我给你小费啊啊。然后她说，哎，赵志坤那么大方啊，好帅哦啊，下次再来啊。我说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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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就你给我手机号啊啊，我下次找你啊。なんか食べてる。这边呢，涨潮的时候更漂亮。我们去的时候已经退潮了，下面没有水。进去伊斯克西玛金甲的话，一个人需要付300日元。你有机会的话，涨潮的时候去比较漂亮啊，下面都会有水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是吧？何やってんの？手洗ってからでしょ？払い、役払い。
啊，漂亮是蛮漂亮的，就是臭臭的啊，就是什么海鲜的味道啊。从神社出来后，我们已经很累了，因为太热了，而且我爸爸几天前腿受伤了嘛，所以我们就决定回去。其实还可以逛很多地方，可能一天逛不了吧。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住一天在那边。不来不来，你过来过来，ここや。ここでかいやん。すごいじゃん。あ、これか。アイスサンドもみじ。これが元祖もみじまんじゅう。元祖じゃないと思う。知らん。ただいま焼きたて。もうさっきのあれの。唐揚げでもお腹いっぱい食べられへん。でもこのアイス美味しそう。いい匂いしてるけどな。もみじまんじゅうスライム。どんなもん？どうする？然后的话，我们本来想去 Gembak Dome 看看，但，居然那边发现没有停车位，所以就逛来逛去，没有找到停车位。天也开始黑了，然后快关门了，我们就只能回酒店了。我们附近开车的时候看到了一点点 Gembak Dome， 广岛有这个悲伤的历史嘛？去旅游的话，我觉得应该知道的。下一个地方是兵庫啊，这里是路上看到了一个道の駅，蛮有那个很不错的乡下气氛嘛，我就拍了一点。道の駅是什么呢？是在日本的话到处都有的，就是一般道路上有的设施，可以停车休息，可以上厕所，可以买东西，有些路站的话还可以泡温泉等等，有各种设施。然后我们在这里住一天，就是这边用了政府的优惠券啊。这个全国旅行支援是什么样的活动呢？简单来说，你订酒店，给你打6折，再加上给你发礼券，用这个礼券可以吃饭，还可以买礼物，一个人每天发3000的优惠券，周末的话是1000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哦。订了15000的酒店，3个人住哦，这等于是1个人5000嘛，本来就很便宜，但这个可以打6折啊，打6折后是9000啊，9000一晚，然后每个人拿到了1000的礼券，所以我们拿到了3000的礼券，3个人啊。所以等于是我们实际上付了6000日币。如果不是周末的话，礼券发3000，一个人3000，3个人9000嘛，那实际上是免费的，是吧？确实很合算的哦。但你一定要打3次以上的疫苗，或者你要给他们看核酸证明，我只打过2次疫苗嘛，所以我就提前去医院，做检测了，然后拿到了阴性证明，我就早上5点多去的医院，只睡了1个小时，发现啊，这个酒店这边环境还蛮不错的，这里都是酒店附近的设施。何作ってはんの？タオルされてるの？おられてるんですか？はい、自由です。あ、自由なんですか？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湯より知らんやろ、こういうやつ。こう、お母さんとおばあちゃんとこにこうな、当たってんで。そうな。いろり。な、おばあちゃんとこあったやな、これな。来たかった。まあ似たようなんで。千万、これ無理やろ。こんな狭い。然后的话，我们又开车到阿里马。阿里马是很著名的温泉地区啊，那边路很小很小。これ十字路って言えるの？怖いよ。怖いよ。上だって当たる。絶対ピアスくらい。こんな狭い道。綺麗。お父さんあっちで寝たら大丈夫。こっちでも寝れるな。超綺麗。附近还有公园，算是公园嘛？我可以看到红叶的地方。其实很多人那边爬山的啊，我们也去看看了。吼吼吼吼！啊，川に着いた。川発見。なんかいっぱい魚いる。え、どこ？あ、ほんま、魚やん。アミはお母さん。アミ。アミ追ってくの忘れた。ガーン。いっぱいいる。ふつちゃんこれも。これ杉。うん、杉。杉でございます。これも。それも。いっぱいあるな。で次。次。うん。おお、何の魚やろ。手づかみあかんから。そうだ。そうだ。何の魚かな。綺麗、透き通ってる。これは綺麗な水しかあかんかもしれん。その2つの石の間ぐらいからそっち行こうとしてるやつだよね。ちょっと遠いな。入ればいけんねんけどな。足が凍るな。いっ、取れた。取れた。やった、2匹。这边是神户，离大阪也很近的，是个大城市，就是比较洋气的城市，那边有很多有钱人。道の駅がいいんやろ、行っても。ああ、そういうことか。めっちゃ綺麗よ。でかっ。ホテルやし。これホテルな。めっちゃでかいやん。あ、ここあれんとこやん。観覧車んとこやん。そう言ってたやん。ファームサーカス。ファームサーカス。ソフトクリームだと。
これ乗りたいな。你看神户就是很洋气的，我感觉有钱人特别多，嗯，那个会看到很多豪车。哎，神户和阿西亚是很近的吧？阿西亚那边有很多有钱人啊，是全日本最有钱的地区之一吧？日本的豪宅都在那边啊，我们改天要不要去看看呀？啊，哎，虽然买不起豪宅啊，就看看是免费的呀。然后他们看到我们就说，哎，怎么这里有大阪的村姑，还有一个小北极熊啊？啊，我说啊，不好意思啊，他确实是大阪的村姑啊，但我是北极熊了啊，挺洋气的啊。你可以给我看看你的房子吗？他们说啊，可以，你北极熊你来啊，大阪的村姑在这里等啊，哎，北极熊你来。我说啊，好的，谢谢啊，他们当我是 VIP 是不是啊？人間が安いこと中国でみんなやってて、紙幣秒言うてな、一個一元とかな。2ヶ月後。2ヶ月でこんだけめっちゃ大変や。でもこれってクローンやからな、同じ形質やねん。ほら4ヶ月でもこれな。あ、すごい。これぐらい寒天じゃ土じゃないんや。そう、もうだって栄養だけでいいか。だからな、僕とは思って植物さ、土いらんねんで、といらんやんな。うん、栄養だけでいけねえと。でもあの栄養がもうちょっと窓上蓋穴開いてるともなく全部カビただけだ。でも酸素すら入ってないな。酸素入ってるよ、もちろん酸素いるよ。だから全部無菌室やろ。这里就是无人售卖区，就是把钱放到那个盒子里面，可以直接拿走东西。勝手に買えんの、これ。勝手に買ってください。500フランスいらんの。出た。道路やん。道路。我家附近最近也有一个那个卖饺子，就是放钱后可以拿走饺子。神户是冰库里面的一个城市嘛，但我爸爸说，神户的人肯定不会说自己是冰库的，他们肯定会说自己是神户的，因为冰库这样说的话有点听下去是乡下，就是有点土，但神户这样说的话就听下去很有面子，很洋气啊。我爸爸说京都的话有相反的情况，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京都也其实也有很多乡下地区哦，那个京都府里面的京都市是确实是大城市，但其他地方其实呢还蛮偏的，但他们也可以说自己是京都的，因为京都就听下去好听，像一个品牌一样的，人的心理是很有意思的，你觉得呢？哎，你也不好说别人，嘿嘿，哎，你这个大阪人也不是在大阪的市中心了，我们都在大阪的郊区，嘿嘿，哎，我知道人啊，你们人啊，都爱面子，嘿嘿，我也有面子，嘿嘿，我是北极熊啊，我不是老鼠啊，别误会啊，我不是看不起老鼠的啊，我也挺尊重 Stuart Little 啊，但是我有北极熊的 dignity 啊，是不是啊？我觉得啊，每个人啊都可以对自己的身份有啊自信，是不是啊？哎，什么？言ったもん勝ち。狭いよ。神户的话还有去看看，我这次没有去啊，我可以改天去。看看，给大家看一下，去看看就是华人区哦。在这边，因为
在这边的话被会被吃掉。现在是这样子。哦，好可爱哦。这个现在就临时弄成这样，我也难看，但没办法。来，我这边钓鱼，行不行啊？嗯，哎，你看啊，这样，啊，啊，这样啊，可以吗？鱼，鱼啊，啊，北极熊来了啊！啊，你看，啊，啊，抓鱼，啊，可以吗？好，接下来是岡山啊。Okayama 的话，我们去广岛的时候路过的，稍微分享一下。Okayama 我们其实经常去，因为我爸爸经常在那边修车。我们上次已经去了 Kurashiki， 所以这次没有去了。这次的话，我们就去了那个很大的日本庭院那里啊，那边可以看到 Okayama 城，嗯，算是一个景点，嗯。ほら、モミジで垣根やってるよ。すごい。こんなん初めて見た。モミジの垣根。やっぱり暗いけどな。そうやな。あ、鯉がいる。鯉がいるよ。ほら、赤と白の鯉。じゃあ下でつながってるんだ。抹茶っていうのもそうやろ、これをただ粉末にしてるだけやろ。抹茶と緑茶ってほとんど一緒やんな。かな。とにかく発酵してないのが緑茶やねん。で、半分だけ発酵してんのがウーロン茶やねん。で、もう全部発酵してんのが紅茶やねん。そうなん。うん。まずそれは簡単な分け方やねん。それで味が違ってくるってこと？もうだからああいうふうにこう、なんちゅうか赤くて酸っぱい感じのになってくるわけや、どんどん。だからジャスミンティーとかなんたらティーとかそれから鉄管飲ん茶とかないろいろあるけど植物は一緒やねん。ほんまかよ、ジャスミンはちゃうやんな。モーリーフォアやん。モーリーフォアって、あ、そうか。ジャスミンはちゃうやん。そうか。でも玉露とかめっちゃ高いのあるやん。そんなんは別に普通の番茶と一緒やねん。なんであれ全部松の木は腹巻きしてるの？あれ何やったかな、なんか虫よけやったか、どっちやったかな。でも全体にじゃなくてお腹のとこだけや。下からなんか上がってくるのはあそこの中で上がらへんのかな。そうなん。木が腹巻きをしている。鶴を見に行く。鶴。最后的话，分享一下石川石川。嗯。因为我们这次去伊势川两天，一直下雨，所以没有去很多地方。而且，我们住的酒店嘛，我们本来住的房间是需要维修，所以他们免费给我们升级到最大的房间，所以运气特别好。我们基本上都那个在房间里，然后泡温泉。音楽流れてますけど。
お？ジャズ。広。何や、そこ寝れるやん。マッサージもある。マッサージやこんなバカでかいソファー寝れるやん。わあ。これは広いな。広。すごい。何この半円形。すげえ。これめっちゃ寝るとこあるやん。ここが和室。ここがキッチン。ここもなんか対象って感じだね。ベッドが4つ。お風呂。で、アイランドキッチン。水入れた？入れてない。入れてない。いや、いけてんやったらいいけど。いけてるよ。何開いてるやん。もう、ああ開けてないやん。開けてないし。もう出たやん。真ん中押せ。春夏秋冬。床リゾート。ゆかいリゾート。ゆかいリゾート。だいぶ行かなかった。うん、でも行かへん。まだから、そこまで。ああ。え、なんか橋渡るけど。これは何もみじかな。コギ入ってんの。杉ゴケ、杉ゴケ、杉ゴケ。ああ、うん、そうだね。半分ぐらい。おい。おお。温泉、温泉。足湯。OK， 怎么样？你也想去日本旅游了吗？不好意思，我不是旅游博主，所以拍得很不专业。去旅游的话，还是秋天或者是春天比较舒服啊。现在还是有疫情嘛，所以我知道大部分人不能去日本旅游，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下，让大家稍微感受一下日本的
旅游气氛嘛。啊，我想去中国的所有的省啊，啊，因为我只去过上海附近的城市，还有广州啊，是不是？啊，北方我都没去过啊，哎，因为我有点怕冷啊。但是啊，我听说那边美女特别多，是不是？好，我还要去河南啊看朋友啊，然后啊新疆我要去的啊看风景啊啊，然后昆明啊嘛云南啊南京啊很多地方很多地方啊我想去的，听到没？啊，你们等我啊啊，那到时候再说啊啊，不好意思，我换衣服了，我前面已经洗澡了，今天晚点要看足球比赛。老 George， 你觉得哪个会赢啊？那、啊、我怎么知道啊啊啊！我又不懂足球了啦啊！你傻啊啊！来看啊啊！还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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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快快呀！一人来打，我给加打，我给加打。好，谢谢观看，那下次见哦，拜拜。